成成，啊哥，哇，这么丰盛啊！嗨，名人就得有名人的规格。<笑>你小子，拍马屁的功夫见长啊！哎，听说今天这影院是你托关系找的？哎呀，就给兄弟单位打了个电话，屈手之劳。<笑>说吧，嗯，又求我办什么事儿？哥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 这没事儿，这不能请你喝顿酒啊？嗯，酒无好酒，念无好宴。哥，真神了啊！你怎么看着我有事儿的呀？你小子，从你追婿微开始，到后来你们怀孕了，这一路见证过来，你什么样人，我还不了解？行，哥，嗯。 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替我保密啊！咦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嗯，不会是跟李默一样，你出轨了吧？我擦，干呀！我是那样人吗？我，哎呀，不是，我前两天陪薇薇去医院，不是做个检查吗？结果。 发现是个双胞胎，三胞胎，不会是四胞胎吧？嗯，根本就没怀上。哎呀，兄弟呀，猜出来了，都这么多天了，你看他肚子还没见大。哥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不是看出来，是职业习惯。 你说这许巍吧，这一点孕妇的气场都没有，我只是怀疑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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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完了？你说你都能看出来，我那老丈人，不早就看上那猫腻的了，那得活吃了我。嗯，你老丈人现在正高兴着呢，还顾不上你的事儿。不过我劝你啊。 趁早跟他坦白，没准你这条小命还有的剩。你也知道，你老丈人的性格，那绝对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哥，我现在哪敢说呀？他态度刚对我好转一点，我这说了不敢说也得说呀。要让他自己发现了，你还有好果子吃，趁着现在因为许氏的事高兴，你赶紧招了得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。 哎，兄弟，听哥的话，害不了你。谢谢哥。哥理解你。嗯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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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非常高兴，因为许志和朱尔文。那是，你真是没见识，我老丈人都美坏了。
你觉得他们俩合适吗？我觉得他们俩呀，相当的不合适。你真这么认为吗？我觉得他们俩压根儿就不像在谈恋爱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老丈人奇了怪了，怎么就觉得朱尔文好，认准他这姑爷了呢？那太奇怪了。哎，那你觉得许志，你觉得许志应该找个什么样的？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我觉得你们俩最合适。哥，你说你跟我老丈人关系这么好，可以说都是我们家里一个成员了吧？我觉得何不如直接上位，亲上加亲，直接升级当我姐，多好的事儿。你真这么想的？哎，是，对不起啊哥，我可能还有点太主观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许志杰，要不然你干嘛给他找男朋友啊？哎呀，要不成傻子了。是啊，谁这么干，谁是个大傻子。哎，别，慢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是这样，谁那么干谁是大傻子，怎么可能很喜欢呢？郭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许志要是和朱尔文结婚呢，绝对是地大功臣。我是为他们做嫁衣的功臣。来了，你好。哎，许叔叔，小朱叔。哎，约了许志了。是啊，来，请。哎，小志，小朱来了。哦，这么早就来了。吃啊。嗯，我现在不饿，一会儿吃吧。哎，你喝咖啡啊？